得用超旧位探摩的我呢想要帮好我家店。我呢警察就来了。你讲你用手甲头抹掉诶，保护你家己。那恁照你来讲，你的空嘴应该是伫个手的外面才对。虽然说手的外面无虾米伤，但都是伤着一般人看袂着的所在。莫妮卡讲，我暗杀张振南对起卡动手，还规身窟窿是伤。啊，不过伫我甲张振南十几年的婚姻当中，伊从来不怕我，所以真明显，这一切拢是莫妮卡自导自演式的。伊甚至阁威胁讲，我若是无离婚，就要告郑南伤害，也无得真简单。伊若是抵袂掉，就要毁掉，让大家拢抵袂掉。亚芳，你阁今麦阁无清楚是，上恶毒、上酷的人是张郑南，祸害你家庭的人嘛是伊。你袂当想要报复我，就讲这种白贼话。你安尼一人一句，讲袂出结果的。我来讲，各位，我是大业集团叶志成的太太，我叫王雅慧。莫妮卡是我的大姑，王雅芳是我的亲大姐。相信大家都会当知影，我伫个家讲的话袂暗好任何一边。话是你咧讲的，我哪会知影你是不是我伫另外一边啊？本来你还看见过啊，好不好？证据在倒位？你讲阮几乎对你动手，这是伊拍的。对，伊是安怎动手的？伊讲，阮两个人咧啉烧酒，伊就凶凶掠狂，伊先用物件甲我啃，然后就对我起脚动手。我迄个时阵足惊，我就用手甲我头抹掉咧，想要保护我家己。后来警察就来啊。你讲你用手甲头抹掉诶，保护你家己。那恁照你来讲，你的空嘴应该是伫个手的外面才对。虽然说手的外面无虾米伤，但都是伤着一般人看袂着的所在。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安尼你较方便伤害你家己。你是黑白讲啥？我无黑白讲啊，这是我过去做护理师伫个病院学到的经验。你伫个讲白菜。你搁敢动手？你为着要替恁大姊讲话，就会当咧是非不分哦。我当然嘛会当教死你。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护理师，你讲的话会当代表啥？即马全台湾上伟大就是护理师，护理师你也敢做？你嫌护理师讲话无分量？哪里的话，就做理性的来讲。各位，我之前恁看过莫妮卡的一位资料，伊就较早就用诊断出来，有表演型人格，佮有边缘型人格。这个表示讲，伊自细汉就用这种偏激的方式来得到大家的注意，这就是伊的个性。你的伤那是位置有问题，连伤的状况拢问题，所以我认为，伊的伤根本就不是张振南所造成。你根本就是替张振南喝醉嘛？我的手搁还挂着伤诶。你对。对这刀痕的方向看来，这应该是你的怪。卖个内奥啦！对这店去，我知道你是啥？你是王雅慧之前的男朋友嘛？你跟王雅芳的感情嘛真好，所以你当然卖徛在伊那边。而且，你谁哪会当看我的病历？你敢不知安尼是犯法的？我今麦就去地检署按铃申告，恁家的人我一个一个拢要告。妈，你搁知影我是啥？你的病历是我给方医师看的，安怎？你敢要甲我告？